叩见皇上，紧急军情，杨振山叛国通敌，已在西平起兵。果然不出皇上所料啊。朕以为此次剿灭叛匪就派杜将军出战吧。皇上圣明，但微臣有一疑虑。杜将军领兵出战，京城必然空虚，万一有人想趁机对京城不利，无人擒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难道除了杜将军的兵马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京城了吗？回皇上，为了增援内东关已经耗去了许多兵力，杜将军一旦带兵出征，那京城可就空虚了。皇上，如今边境安宁，何不让这增援内东关的兵力先回师京城呢？倒也不失为权宜之策。是。皇上有旨，京师军防出剿叛逆，京城空虚，原内东关增派兵马回防京师，着内东关防御使袁月缺领兵回京，即日启程，钦此。臣领旨。凤林，我刚炖好的鸡汤，你尝一下，趁热喝吧。来，喝一点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正儿，我现在没有胃口。你先吃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凤林，你又忘了自己有家人了是吗？有什么烦心事你可以跟我说呀。没事，恼人的事儿我不愿意让你跟我一起不开心啊。我愿意多一个人分担，别都憋在你心里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你就告诉我。都是一些恼人的事儿，我不愿意让你跟我一起不开心。我愿意跟你分担，这样你的烦恼就会减轻一些。凤林，我是你的王妃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没用。
正儿，有些事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告诉你你也不会懂。就算我不懂，我也愿意听啊，我可以陪着你，只要你别闷在心里，让自己独自难受就好。我知道，其实你难过的不是父王消了你的病，而是你觉得他在防着你，是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希望有一天，你能和父王解开这个心结。月轩，你快来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我准备的这些能合爹娘的心意吗？佳琳，这次你还是先别跟我回去了。也好，爹娘这么久没见你了，本该万分欢心。我跟着回去了，只会惹得两位老人家生气，也影响你好好尽孝。说什么呢？哎，哎呀，嘉琳，你看，不是，嘉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带你回去，让你受委屈。我是想，我先回京，向父母禀明咱们已经成亲的事。让他们有脾气，先冲我发完，这样他们就不会为难你了。谢谢你，能够这样的为我着想。咱们俩擅自成亲本来就有错，爹娘他们怎么责怪，我们做晚辈的也是应该接受的。我想和你一起回去，诚恳地向他们请罪，也让爹娘他们能够看到我的诚意。好吧，这样也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向爹娘请罪。让你受委屈了。母后，我是真儿，请您在天之灵多多的保佑凤麟，您知道吗？外表坚强冰冷的他，其实心里藏了太多的苦痛，太多的失落。母后，真儿，请您垂怜，让我能走进他的心里，让他能够信任我，真正的把我当成至亲的人。正儿，我已经把你当成我最为至亲的人了。感谢你在冥冥中派征儿来到我的身边。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我会照顾征儿的，您就不用再为儿子忧心了。母后，请母后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凤麟，让他从此不再孤单，有个和乐幸福的家。Thank you.
征。叶璇，这让他怎么办？严不严重啊？王爷，你要当爹了。你要当爹了，恭喜你。嘉玲，走。内东关防御使袁月缺回京复命，袁增派内东关之兵力已经全部带回京师，兵符文牒在此，呈皇上御览。谢皇上。内东关现今局势如何？禀告皇上，敌人虽已退兵，但梁王仍不敢松懈，一方面操练军队，另一方面协助百姓农耕，军民同心，士气高昂，可谓是繁荣有序。好，很好。凤林果然不辜负朕对他的一番期望啊。禀皇上，梁王还有一件喜事让臣禀报皇上。哦，恭喜皇上，梁王妃有喜了。当真？太好了。朕有皇孙了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好，月征有孕不但是皇室之喜，更是朝廷之喜，恭祝陛下子孙昌茂，真是祥瑞之兆啊。皇后说得好。臣妾会去准备一些安胎补品和婴儿用物，即日差人送往北疆。还是皇后考虑的周详，那就有劳皇后了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滚出去！娘娘饶命！还不快点下去！啊，是。娘娘息怒，保重玉体啊！啊，娘娘何须小题大做呀？小题大做？我朝并没有禁之继位的潜力。寻儿还没有成亲，凤麟倒给皇上添了个皇孙，看把皇上给乐的。如果皇上将来偏爱长孙，这些人难免又要横生事端，威胁到寻儿。娘娘所虑不无道理，依娘娘看又当如何处理呀？这个孩子来得太早，
莫怪我心狠手辣。